迎再回到 CTFA TV 以及博士体育家族为各位带来的红衣全国少年杯足球锦标赛。那在刚刚稍早女子组的四年级的冠军战结束之后，紧接着要登场的是学校组的冠军战，一样也是四年级，将是由台北市的石牌国小要来对上来自台中的国安国小。那一样是由我主播黄云俊以及资深球评李宏斌先生来为各位服务。宏斌哥早安。主播好，各位观众大家早安。要来操刀，该进来，哦哟，非常的惊险。对，进来头锤，再把球给点回来。哎呦，对，那他看到他在观察球的球，其实是相当的灵巧。哇、哦，这边起一个远角射门，感觉门将没有注意到啊。对，我觉得门将这个球，他可能想说啊，这边就是一定是做传球，没有想到一个左脚直接就。47号的游子萌，这个球让对手以为是传球，结果球就在一个弹跳，直接直直的往球门进去。对。但感觉这个球应该一定是做横传啊、吊中啊，那没有想到，我想子萌到底是不是要射门？哎，应该他有要试试看的这个味道哦。那他就让他自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，就是你，哇，这边叫他进来，同时进了 goal， 哦，下半场。才开赛一分钟啊，就靠着这个角球的机会，我这边在起左脚打门，所以才在这一个，哇，这个吊射有差距，我们叫投手的情况，不过裁判这边，哦，裁判认为没有，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啊。对，现在全场的哨音响起了，那在40分钟踢完啊。两队是站成了一个1-1的平手，那正规赛没办法分出胜负，等一下待会要来进行到的是这个10分钟的延长赛。这个疑似进球的情况，其实对石牌国小来讲非常的可惜，这个球就进了。啊，此消彼长的一个情况下，国安国小率先在延长赛破门。石牌这边传球的球线现在拉得比较长，那现在全场比赛哨音结束，恭喜国安国小在这个延长赛里面啊，靠着黄彦杰的进球帮助他们以2-1来险胜，石牌国小拿下了学校组4年级的冠军。